原来阮朝元是把迄个 USB 藏在银行保险箱内底。这间真正要离婚了，当晚用 USB。那呢？我在底下。小蛋呢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你干鬼？谭忠信，你敢骗我？滚！朝元，算，不要再管。千计无声目睭，你确定你要搁开了？三立台湾台，天道。